嗨，伊甸园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利用晚上的时间，我们来记录一下哈，记录一下这五颗的洛梨。然后这五颗的洛梨是我的学弟小杨医师哈，他特地从彰化，然后带到云林给我的，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记录一下。那我现在手上面拿的这两颗，它的品系是秋可得，然后这三颗就是我第一次接触的秋可得的互相交花的一个品种，它就是后耳 V 型花的后耳洛梨。那你现在看看后耳洛梨这么的大，这么大，那实际上总共有六颗哈，另外一颗我们就留在老家给原主妈妈哈，就是一颗的秋可得。那今天要利用这个时间特别来做记录的是，这一些洛梨是上个礼拜四哈，上个礼拜四小杨医师带过来哈分享。然后因为上次有特别提到，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触过晚生种的后洛梨，所以学弟他特别就留了这三颗后耳跟三颗秋可得给我。那这两颗的秋可得他也很特别啊，就是三颗他也是初次挂果，第一次哦，这个不是小杨医师他的那一颗秋可得的老树，是另外一颗嫁接过的种植之后的第一年的挂果，那后耳也是第一年，所以这个都是第一年的洛梨的挂果。然后今天特别要记录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要知道上个礼拜四记录了这样子的一个果实，那今天是星期三，所以刚好是第四五六日，一二三，刚好是第七天。那第七天的一个后耳洛梨，我看到它已经有微软，有一点点的软，这一颗，但是它那个软又好像还 不可以把它剖开来，本来想要开果，可是我们想还是正常。那后耳跟秋可得，它都是属于后熟不变色的一个洛梨，所以你不能够等到它那个什么果皮变色，你才要开果，因为那样子的话，那个可能会过熟。那像这个秋可是 A 型花，然后后耳是 B 型花，那它们的开花期大概到二三月，所以彼此可以交叉授粉。那我要特别讲的就是，我有取它的后耳的接穗，接在我们庭院里面的那一颗九五洛梨上面，刚好有成功。然后现在是十一月份，现在成功的那一个后耳的接穗产成的枝条已经这么的粗哦，真的这么粗。因为现在是晚上，没有办法做记录。那我想在下一次的开花，就是明年的二三月，我觉得这个后耳的接穗长成了这一个大的枝条，应该有机会在这一次接下来的这一次开花能够顺利的开花。但是它并没有秋可得 A 型花的洛梨的一个枝条或是花在附近，它有的是九五洛梨。那我不知道这个开花期两者会不会有重叠，好，那再接下来的话，你看一下原来的那个秋可得的大小，我就已经觉得相当的大，像这个种子蟹花会动，稍微会动，但是呢后耳竟然更大。而且小杨医师有说后耳这样的大小算正常，还有比它大的，也就是说当你满足秋可得的大小的时候，后耳的大小更上一层楼。再来第二个，小杨医师有说了，这一个的油脂的口感已经不错了，秋可，然后后耳油脂更丰富，所以这一个说法让我觉得更好奇，剖开之后的后耳洛梨它到底是什么样态，什么口感。好，那这里要顺便提一下，小杨医师也分享了，这一个后耳的洛梨在这一个季节成熟的时候，它的这一个果实的果柄，它比秋可得要稍微的脆弱，就是它到时候成熟的时候很容易会就掉下来，它不太会像秋可得可以一直挂果。学弟的秋可得的母树，它可以挂果到国历的二月，
就是在农历年前的时候，甚至都还有树上的丘可德的一个落梨。但是后来据他这样说的，就不太可能挂不住了，而且它容易什么掉下来，也容易好像会有类似那一种炭疽病的一个现象。所以学弟就说，特别特别要在现在已经可以开始采收的时候，将它采收下来，然后分享让我试试看、哦、那个后耳落梨的风味。那另外再来就是学弟再说了，它的后耳的落梨的一个皮、哦、它薄，比较薄，丘可德的落梨的皮比较厚、哦、这也是差异。然后油脂的成分，它后耳比丘可德油脂更好。那我去年吃了很多的这一个丘可德的洛梨，我对它的风味就已经是很满意很满意了。那经过他这样讲的话，就是超期待超期待这个后耳洛梨开果之后的样态。那今天就是利用这个时间要做这样的记录，然后记录完了之后我们就要等待，应该这一颗在明后天就可以了，这一颗也是，那这一颗可能在稍微的等待。好，那做影像的记录就是特别特别的分享给各位好朋友，就是我利用了去年学弟分享的丘可洛梨的籽，种了一批一二十颗的一个丘可德的洛梨的实生苗，也嫁接了他自己丘可跟后的，然后配对。那我目前种到我的洛梨专区里面，大概是有成对的去一个配置，所以对未来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挑战能够挂果晚生种的 A 花丘可德洛梨跟晚生种的 B 花后耳洛梨，就请有兴趣的好朋友我们就继续关注了哈，继续关注啊。所以今天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记录一下。那再一次谢谢小杨医师的分享哈，后耳洛梨丘可德洛梨我们收到了。好，收到了，那将影片记录下来，记录下来。那希望两三年之后吧，两三年之后有机会自己的洛梨园区里面能够有机会产出晚生种的洛梨后耳跟丘可。OK， 今天的记录就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